到底缺少了什么东西。好，但我们就来看你的心理的表情哈。来，最后一位，我们来请谢来说一下心理的角色是。我在戏里面我很大声，很好。我在戏里面呢是叫庄浩伦，然后我是他们四个里面什么四个啦，我讲最多话的，所以基本上全部的废话都是我在讲的。然后他是很厉害，七号机很厉害组，我还是很厉害组，所以这三个月对啦，我就是这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的，就我是那个朋友。Okay. 所以大家都因为这部戏培养出了。好感情，之前不怎么熟络吗？有吗？有没有认为会是不怎么熟？伟杰来说一下，好的，因为我们其实都没有合作过，然后呢，当然彼此都认识了，但是没有就是拍戏然后认识过。然后因为这经过这三个月，几乎每天都会见到面。然后呢，我们没有擦出什么火花，到底是男女关系还是怎样？但是呢，我们有擦出很好的友谊。Okay. 然后当然跟老诶，就是你说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应该是说老诶，没有，因为跟他太熟了，你知道我们啊，然后跟后任大哥、树林大哥，当然还有藤野，我们的藤野也是，跟我们一起就是拍这部戏的时候呢，因为是跟吃有关，是，所以大家都每次都会带来很好吃的东西一起分享。OK， 那我们要来问树林大哥了，说到吃，后任大哥对吃很讲究吧？会吗？看时候了，看地方了，看跟谁了。这很重要啊，不然自己一个人就是一边偏心一边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跟这些年轻演员一起合作，有没有让你吃不下？没有没有，那这个戏我跟他们完全格格不入。格格不入、哦。我演我的，他们演他们的，绝对不能够他们跟我有对手戏，因为我有问题了。你有问题。那谁演？对，演这个戏的话，导演也不准我在家看剧本。真的啊，说你是演一个四字的，如果你在家把剧本背好了，你就不是四字，那你就不投入角色。所以我每次都没有看剧本，是来到现场就这样，导演就喜欢就加这个加那个，演那些名字什么，完全女孩子的对白也放下去，真的有点过分。OK， 那我们需要你继续这样子的状态，等一下可以爆多一点料哈，四字老人这个角色继续的明天接，没有忘记了，有吗？哈哈，就把麦克风给他。好，我请这位大哥来说一下。我们知道初林大哥曾经也开过餐馆，对不对？以前就在food court那一就餐饮业有插上一脚。是是是。OK， 那你呢？这次拍这部戏，跟这组朋友一起合作，说一下你的感受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太强了。因为我每天拍戏，我一回到家，是我女儿知道我发生什么事。怎么了？因为她是他们的 follower， Twitter 啊， Instagram 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太强了，所以跟他们拍戏也是一种，我觉得是福分。对，他没有问你爸爸今天拍戏辛苦吗？他们爸爸今天我都是跟你说什么？我讨厌回到家说，老师很帅哦，心啊烟啊，他完全忽略了爸爸的感受。对，真的，你们好心放一下啦，放出名大哥也在那边 Instagram。所以回到家不要想，我有 Instagram， 但是我会用。给我们大家一起 follow， 来，请问大哥说一下你的 Instagram account。我们大家是菠萝蜜，我们讲什么？OK， Instagram 就是常常会 po 上照片给大家分享。Instagram 我就做过，心脏有问题了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谢谢你哈，谢谢。OK， 来，李腾，李腾第一次演戏对吧？参与戏剧的这个作品啊，戏剧新人。对，我刚才看到了，是说在戏里面要演那种很尖的角色，但我在想，你眼神好迷人哦，哈，这个眼皮多么的厉害。对，你知道我当时感谢我妈。给我这个机会拍戏，第一次拍戏就一个很没有挑战性，演一个坏人。是，然后你演吗？你的眼神这么迷人。不是，你知道我当时我就很怕会变成搞笑剧。是，因为我私底下有找我说倪玲啊、Jeremy 啊，说哎对一下，只是我发现找错人了。你应该找。应该找。那个凶神恶煞的，刚刚已经对一下。对对对，因为我刚刚对就一直非常搞笑这样。搞笑。然后后来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我很紧张，我很怕，因为我真的怕。我会毁了这部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很严肃的在拍嘛，我怕我太搞笑，等下，所以我在片场是非常严肃的。了解，所以不吭声的，所以你们会觉得李腾原来是戏里那个最让你们看不顺眼的那个，对吧？就是闷不吭声。我在拍戏现场我完全不讲笑话，因为我怕我一讲笑话我就跳脱出来，我就完了，无法入戏。所以你为戏牺牲嘛，然后就是跟大家就是保持一段距离。
有哎、欸。不是因为他，不是因为他当了老板哈，店越开越多，不是因为这样，钱赚多了哈就不一样哈，不是，绝对是因为角色。真的真的。啊，那我们掌声一下了哈，你很辛苦的，喜剧新人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焦点呢放在我们的王沪江大哥身上了哈，互相来说一下，这次呢巡回地图，好，这部戏啊不是这部戏，应该说是娱乐兼知识。均合在一块的哈，就是带我们去寻找呢不一样的地方的美食。好，这部戏这个作品拍的辛苦吗？很辛苦。就是没有什么反应啊，很辛苦。来说一下辛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很辛苦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是因为是拍过了《小小传奇》，已经进入了 dramatic stage 了，然后突然间要转回哦去做这个。这个 reality 的一个 infotainment 的一个 show，没错，再加上呢，那个监制本身啊，他的要求很高，对，监制的要求很高，不过他的要求是对的，因为是一个非常有内容的一个节目。如果你们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，你们是在想说是不是那种又是那种嘻嘻哈哈，然后讲只是讲好吃好吃真好吃的话呢，那你们就会非常的失望了。因为这部这个 production 我觉得在内容方面呢他们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，然后就是看了每一集之后或许呢你们就会真正的明白所谓的 taste of history， 就是除了会吃我们熟悉的一些道地的美食，你也可以知道它的由来，而且也可以了解到新加坡的那个历史，就从1819年来福士东部新加坡，它如何的规划新加坡成不同的区域，让不同的籍贯的人呢去了哪里，然后呢也因为呢我们的祖先呢南下的来到新加坡，他们是从哪里开始落地生根，为什么娘惹人呢会在那个看大南娘好了OK， 没有，重点是哦，重点是因为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If music be the food of love, play on、yeah. 然后有很多女人都说要控制自己的老公的话，胃很重要，胃很重要，从那胃那边来，所以我觉得呢他也从这个胃，我们的胃，而让我们呢去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历史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味道。了解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听得很明白很清楚了。待会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浓缩版的影片哈，寻味地图，看我们的陆江哥有多辛苦哈，到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去寻找好吃的美食哈，跟了解他的这个美食的缘故。那今天呢这个 TODAYonline 的这个记者会呢，非常感谢大家出去，我好好的慎重的要感谢我们的这个赞助商哈，就我们的戏剧作品哈，稍外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美珍香肉干肉丝协力赞助，掌声好不好，谢谢。